于飞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别躲了。你准考证掉了，我是来给你送准考证的。 你放桌上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你不出来的话，准考证我撕了。贝菲利，敢撕！敢撕，我杀了你！ 奇怪的脑回路，做奇怪的事情。这边都没有 WiFi 吗？一直都蹭隔壁的。隔壁 WiFi 密码多少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去问啊。 我今天晚上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你要想报复我，我们微信加回来，回头可以再约。报复还要看您方便啊，要不然你给我一个报复白翡丽专线，提前预约您。一码归一码，你的准考证是我捡的，也是我还给你的。放我出去，就当保安吧。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这个阿擦波擦，关在一起啊？多待一秒我都想吐。想吐？那个，可以给我也做一杯吗？ 你们这种公子哥，是都不会自己动手吗？这么会使唤人？我付钱的。